办法了。老铁们，哦，你看这几个人把你死了，啊，老虎我爱玩吗？太顶我就顶顶了。好在那里洗洗功能。他真小。我连他们都是狗嘛。怎么果然那个狗呢？哎呦我有了。哎呦。呀，你的死鸡子了。哎呦，不找红队不打算不还不起把水。后面刚刚那鬼哟。哎。又想死死死。我要弄死你。你死鬼子。啊，真香。结果那个更困难扯扯。这个就是你准备抽有没事，看见我一个嘛，这是你一个我一个不能抢我了，啊，行嘛，好，我就要这个羊尾油，那我来给你展示一下。要是一看你油腻油气的，但是我这个身体上面你看起来就是耶。男生吃饭毫不犹豫，火速干饭，啊，真香，啊，狼吞虎咽，这饭也太少了，根本就吃不饱，喝水饱腹。女生吃饭掏出手机， Let me take a selfie。 哎呀吃饭了，哎，完了，等会我去拿你拿力量过来。别说浪费张二哥，他居然还把礼物给我，这次我就给你吃。来来来，快点吃，快点吃。哼，原来如此呀，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。这下子拆开了。咦，你那肌肉太小了嘛，吃起来一点都不爽。那条木头长得大的嘛，你爱吃不吃？哪个说的？那垃圾袋你肯定没见过。我操，那大家你长得不得比翼嘛？今天我就用这个给你吃吧，但是你不要想吃哦。哇，这个让你气死了，这个吃才爽嘛。你还觉得那个肯定比我的还好吃？哇，好。真香，啊！有你不服吗？我不是跟我亲家子。那你给我要分的更喜欢哪个呢？我浪要你去偷烟才叫麻烦。嘿嘿嘿，我看你那个蛋。哦，太香了，没得法儿。看一下我家那个麦，可以可以，给你吃。真香。下次我一定要抢到吃的。哼，还想吃毒死。哥，我先帮你杀味道。啊，真香。哎呀，好棒呀，可以不错。你个憨子。哇塞，能给他晚上我要多你吃几天。啊，真香啊。哇，太过瘾了。哎呀，这个鞋太好玩了，生意仅仅十块，足足亏你2000块钱。赶紧停下来跟我一起玩，我给那个地方嘛能加速升级。啊，我赚一千了，赚一千。
肯定是日本人。我的家里怎么不就一个蛋吗？看你搞成那个样子哟！滚！你等我锤子，让锤子将我抓出去！人家就是寄给你尝味道，想你是他白日梦哦！哼！我就听说个消息，你给我老实点，不要动我蛋哈！哎呀！你不要开玩笑噻！我不看老狗不聪明，但用起来是蛮顺手的。啊，真香！那，我哪个给贝贝交代嘛？出去喽！你看我这个脚蹬得好胖哦，骨头轻轻拉就出来了。真爽！因为那个太爽了。你是老宝宝没牙齿吗？去到前面吃脆的嘛，看我这个爆浆技术。看看我这个白粉嫩的小细爪，再配上这个酸辣的爆浆，那吃起来才叫一个爽。真香！鸡爪在这种软烂弱的腐皮鸡爪才够味道噻。它不会呀，我这爆浆鸡爪抓到放出来吃了才过瘾嘛。我老子，我老子，我老子，我老子！你们两个闭嘴，让我分析说哪个好吃。你在这臭毛主，今天专门给你留起了嘛，来，快点请，耍你吃香。哇，太过瘾了，这个就留你了。哎呦我的妈！黄毛猪，哥哥你要吃大金龙了。你要大金龙肯定不要吃，一看就没入味，还是我们家家肉最满意的。大个子我说不叫嘛，不要吃就是你说好路子。真香！哎呦我的妈！哇，你是大表哥放了太多了。哎，这个小肚子又肥又瘦吧？快点拿去！哇！哦，现在叫大表哥吃多胖了噻！哇，哥就是猪鼻子呢！虫子快来快来！来了来了！二毛老子喜欢你看见虫子说，你找三个猪肉了去吃哈！哎呀，西哥，那个公牛都啷个哈？我要吃！滚！这个牛吃公牛最粗了！真香！普通人吃折耳根。哇，你咋又胡说？一个十一块钱的喂猪，炸！那就当一个。贵州人吃折耳根。哇，贼儿跟大太真香。我这是啥子是啥子了。